在一开口唱的时候，我有种回到小时候看那个《西游记》的时候那种感觉了，好像就是听到啊、有人片尾曲在唱这首歌，挺好的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以后像老师说，咱们把感情再投入里边，好吗？你将有机会从我手中抽取奖品，来选择一张，来大声念出来，对着镜头。农夫山泉提供的饮用水，这位选手呢获得的是由农夫山泉提供的饮用水一箱，非常的恭喜他。那么请到台下领奖，谢谢您的参与。全民娱乐对酒当歌，河南电视台酒频道大型广场百姓秀对酒当歌即刻开唱，没有 PK， 没有淘汰，没有门槛，只要你年满16周岁，只要你勇敢登台，只要你演唱时间足够长，只要你能征服评委，洗衣机、电动车、汽车等大奖等你拿，把精彩送给大家，把快乐留给自己，快点加入我们吧！报名电话0371-5582-1557，0371-6560-5012。大家好，评委老师好。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《回心转意》。曾是你陪我度过艰难的那么多天，是你对我说还有真爱，而我却不懂如何呵护你，爱你却伤了你的心，就在我的心将要融化的时候，我对你印象最深就是就是爱我的心，这这太不好听了，这你真逗，你真折磨我，有点在跑调，基本属于我前面听前面不知道是什么调。你是不是刚摸鱼回来？不死，在生活里唱歌吗？也的人都怎么评价的你的歌声？我一般都去低楼唱，在地里唱。没人的地方是吧？没人评价过，挺好，小伙子非常快乐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觉得这是原生态的，你知道，没有任何修饰，只是就是自己想唱就唱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觉得这时其实最应该鼓励大家的，想什么时候唱，想在哪唱，想怎么唱，咱就怎么唱，对不对？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来，您的演唱时间呢是25秒，您将获得由爱德森电动车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，请到台下领奖，谢谢您的参与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是《偷偷的哭》。我只会在心里偷偷的哭，你不会看到我泪水流出，明白自己究竟有多苦，输了自己也输了全部。我只会在心里偷偷的哭，我如何才能够走出迷途，这种感情感觉不太好，而且还跑调。接唱流行歌曲，我感觉很重要的一点就要有自己的特色，您的特色呢，跑调也是您的一种特色啊，可以获得由爱德森提供的礼品一份，谢谢您的参与。好，谢谢，有请。好，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位选手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？我为大家带来一首 Beyond 的《不再犹豫》。某流梦境流摇曳，达到雷声不太，只是有神神斗志可应止，谁人定我去话流，定我心中得宇宙，只想靠冷手向理想挥手，问句天子高。哎，唱的都对，就是调不对。那您上台底下就有好多粉丝，是您的朋友过来给您捧场的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没关系，虽然您老师说您唱的有点跑调啊，但是我觉得您在台上挺自如的，那个脚一直很有范儿啊，回去练一下。自己打自己的节拍吗？自己打自己的节拍很投入啊，可以获得由爱德森电动车提供的礼品一份，恭喜您。好的，谢谢。
下面让我们请出下一位选手。评委老师好，观众朋友您好，今天我带给大家的歌曲是《映山红》。夜半三更哟。